次了。喂，豹哥，放心吧，有力度，有速度，这100万花的，太他妈值了。好，好，哎，大哥，我这个滚，不是，看看我这这个活儿，没别的意思啊。谢谢啊。这人他妈傻逼吧。啥也看不清啊。你他妈瞎吧，他妈戴眼镜能看着吗？哪边啊？应该是这边。我咋过去啊？你他妈爬过来。我操，你真爬过来的？你没事儿，你五更半夜你搁这。这咋没人呢？是这儿吗？就是这儿。前两天我有个线人告诉我就在这儿，他们今天休息。你哪来线人啊？谁呀？你爹。哎，我爹叫啥名来着？我他妈知道你爹叫啥呀。Thank you.
告诉你他妈把烟戒了，你不听，这下出事了吧？哎呀，别他妈磨叽了。我操！我操！你他妈有病吗？走哪跟哪？东西留下。我操！同行啊！哎，兄弟，同行啊！东西留下，别当我没看见过你。同行，我操！等事。差点都疯了！亲妈，你还骑整鸡毛车，后面拿枪疯你！派出的兄弟都派出去了，人的生育需要花一生时间去建立，但是毁灭只需一瞬间。德普，我不想再对你失望。等等，车牌号再说一次。辽 B4GDSB。倒过去，看看情况。哦，你们干啥呢？啊，我说，你睡好，干活来着。帮您告诉楼下的兄弟别拦他们。大哥，为什么不直接拿了我的货还敢主动找上门来？这伙人不简单，九哥和我一直单线联系，
就算货在他们手里，也未必能找到买主。我觉得他们是想在我这捞一笔。带他们上。老爸，下车，一会儿看我眼色。我们之间没过节吧？你也许忘，但我可记得。直说吧，要多少？你心里有数。这里是100万，应该够了。这记性不是挺好的吗？啊？下次。别再让我废话了啊！王宁，东西带了吗？那么重要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带在身上？万一被你劫了呢？今天晚上10点，这个地方，向下挖1米，东西就在这儿。啊！飞哥。什么意思？这些年我是当你了。怎么样啊？我说了，咱们就是缺一个机会。啊，走，回家，都换身衣服。今晚我也请客。好嘞，走。哎，对了，六哥，那个欠条处理好啊。那又是我整的得了整。好了，不香啊？